来，兄弟们，开始吧。请，请啊。到哪儿吃哪儿的东西，浙江就是这绍兴的黄酒好，极品就是这30年的女儿红。等闲的人喝一斤就醉了。兄弟们，先把各自面前这坛酒给喝了啊，回头我再给大家准备一些。回京时一起装上船，回去给京里的锦衣卫兄弟们也尝尝。这黄酒为什么叫女儿红啊？习俗，绍兴人生了儿子便要为他酿些酒，埋在地窖里，取名叫状元红。说是等儿子中了状元以后，再拿出来大宴宾朋。我知道了，生了女儿埋下去10几20年取出来嫁人时再喝，就叫女儿红。兄弟好见识。我还是不懂，如果生的儿子没中状元，这酒岂不是可惜了？全国3年才中一个状元，就叫这名，等儿子娶媳妇时再拿出来喝就是。我也有点不懂，杨公公给我们喝的都是30年的女儿红，难道说绍兴人的女儿30多岁都嫁不出去啊？对，就等30年，等你们这几个来，好嫁给你们啊。30如狼，嫁你们正合适。来来来，请请请，来。临来的时候啊，吕公公都给我们详细说了，该抓谁不该抓谁都听杨公公的。杨公公，什么时候动手，先抓哪个？怎么，你有什么为难？都是自家兄弟，我也不瞒你们了。这次你们来，第一个要抓的人便是我的搭档。搭档？按说这个人着实替宫里做了不少事儿，可这次鬼蒙了心，他趁我在北京没有回，竟然打着织造局的牌子去买田，公然丢皇上的脸，他自己找死，我也没办法。他当什么官啊？不是什么官儿，浙江的一个丝绸商。不是官儿叫我们抓什么？让杭州府抓不就得了吗？兄弟啊，他在制造局可当了10几年的差，知道的事儿太多了。要进了官府，把事儿抖出来，丢宫里的脸。我明白了。还抓谁？别的人
要等审了这个人以后才能交。现在已经不是改稻为桑的事了。改稻为桑搞不成，你我大不了罢官坐牢。要是关在淳安县的这个井上十四郎把我们的事情捅出去，你我都得诛灭九族。那怎么办？你赶快去，你亲自去，先把人犯押回来。胡宗宪都派人去了，我也不一定能把人带回来。只要胡宗宪他本人不在，你一个按察使，你管着一省的刑民，要亲提一个人犯，谁敢拦你呀？那我现在就去。知道人犯押回来该怎么办吗？不能让他活着。还有，现在关在聂斯衙门那十几个倭寇，一个都不能活着。嗯，明白。改稻为桑的事亡了，朝廷肯定还会要追查，查到毁堤淹田的事情，你我可就不只是罢官坐牢了。我知道，都乱成这样了，这事情总得一件一件做呀。我去了淳安，你不能就在这里待着，总得把后面的事情做一做。你死了，我还活得了吗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起这些疑心呐？不是起疑心，你有什么好的办法，先告诉我点儿，也好让我心里有个底。好，那我就告诉你。我的办法有三条。哪三条？一条是绳子，一条是钢刀，一条是毒药。哪一条都能把我这条老命结果了，这你该放心了吧？哼，那我还去干什么？郑中丞，郑中丞，郑中丞，哎呦，这个时候你可不能倒啊！哎呀，听说杨公公已经回来了，你去淳安，我去找杨公公，这还不行吗？我的祖宗！哎呀，您早说不就行了，这是何苦呢？不能耽误了，快去呀！好，我去了。来人，快点快点，给我救郎中。哎，来了。老郑，我走了。中丞大人，中丞大人。干爹，郑必昌来了。他知道我回了？好像知道，说是有天大的事，一定让干爹见他一面。早晚要见，我跟他说什么？几位兄弟啊，你们先在这慢慢吃着喝着，我马上回来。好耳报啊！我前脚刚回，您后脚就到了，怎么了？病了？头疼。一半是受了风，一半是被他们逼的。
嗨，谁敢逼堂堂的巡抚大人？杨公公啊，您坐，慢慢说。杨公公，沈医师做的事，您老知不知道？我刚回，正要找你们来问问这一项的情形。改稻为桑搞不成了，沈医师把买田的粮都借给了淳安建德两县赈济灾民了。什么？沈医师打着制造局的牌子，先是跑到了淳安县，把十几船的粮借给了新来的淳安知县海瑞，接着又跑到建德，把十几船的粮借给了新来的建德知县王永吉。再要买田，已经没有粮了。都六月中了，桑苗插不下去，制造局今年500,000笔丝绸可是订了货的，到时候拿什么卖给西洋？没有这笔钱，国库里的亏空拿什么补？到时候不只是内阁呀，就是宫里也得问我的罪。杨公公，我真被这个沈医师给害惨了。我沈医师把粮食借给淳安和建德，这消息可靠吗？千真万确，护粮船的人都是省里派去的官军，是他们回来禀报的。事情总得有个起因吧。好好的，沈医师怎么就会把粮食给震了呢？他做的事情都在他心里呀，那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如何想的？杨公公，得立刻把沈医师叫回来，好好问问他。郑中丞，您说这话咱家可就听不懂了。沈医师是打着制造局的牌子去买田，你何大人可是亲自到码头上去送的。苍天在上，他哪给我们透露了半点风声啊，我的杨公公。那买粮的船上都挂着制造局的灯笼，你们都没看见？我们看。杨公公，这船是制造局的，他们挂什么灯笼，那可不是我们地方官府能够管得了的。那肯定是到了淳安县以后遇到什么变故了。变故？变故？什么变故呢？不是说淳安灾民通倭吗？原定六月初六要杀人，被那个新来的淳安知县海瑞给按住了，说有冤情。这事儿郑大人不会也不知道吧？杨公公，这个事情我知道。淳安县灾民确实向倭寇买粮了，那个海瑞借口没有口供，没有立案卷，就把这件事给顶住了，用意还是要抵制朝廷改稻为桑的国策。哦，是不是沈一石也是因为这个事怕激起了民变，不得已才把粮借给了他们？这就有点靠谱了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没有这件事儿，沈医师就会打着制造局的牌子去买灾民的田。什么？什么打牌子？杨公公，这事倒真要好好问问沈医师。郑大人。郑中丞，我今天跟您说实话，如果沈医师一开始就打着制造局的牌子去买灾民的田，那就是给皇上脸上泼脏水。
谁的主意？宫里自然会有人来问清楚。如果沈一石一开始就打着织造局的牌子去赈灾，那倒是给皇上脸上贴金呢。可改稻为桑还搞不搞？是谁逼他那么做的？等沈医师回来，我一定会问明白。哎，郑大人，郑大人，郑大人，哎，你装死。怠慢了各位，坐。怎么了，杨公公？姓郑的给你气受了？岂只是受气呀、兄弟，我这一次被他们给耍了。我不瞒你们说，这次你们来抓人，是因为我向老祖宗禀报了，有些人打着皇上的旗号去贱买灾民的田。可能是他们听到了风声，知道你们来了，就突然耍了一个花枪，把买田的粮借给了受灾的两个县。这么一来，买田的事情没了，倒成了我欺骗了老祖宗，老祖宗又欺骗了皇上。他们是没有罪了，总不能让老祖宗去向皇上请罪吧？你们要抓，只有抓我了。这些年来，皇上和老祖宗把苏宁行织造这么一大摊子事儿交到我的手上，为了给皇上和老祖宗分忧，我今年拼死拼活跟宜商谈成了西洋50万匹丝绸的生意。没想到我被他们给算计了。哎，郑大人，郑大人，天大的事身子要紧，这参汤姜汤总得喝一口啊。你喝一口吧，叫羊金水来。哎呦，您瞧瞧，您瞧瞧，您总躺在这儿也不是个事儿啊，怎么打一个浙江还得靠您管着呢啊？就是都是气头上的话，您何必呢？啊，对呀，你老起来吧。你告诉他，你们告诉他，要是打量着这样叫我走，再把罪名加在我头上，那还不如现在就派人把我一家子都砍了头。哎，郑大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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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您，郑大人，快去呀！哎，干爹，那狗日的还躺在那儿装死，一定叫干爹去见他。要我怎么做他才肯罢手？他说他是朝廷的封疆大吏，今天受了干爹的羞辱，他士可杀不可辱，叫干爹给他一个说法。无非是要我替他去担罪。你告诉他，实在不行，让他派刑府衙门的兵来把我抓走算了。跟咱们玩这一套，他人在哪儿？穿着二品朝服在客厅里躺着呢。哼，什么封疆大吏，永定河的绿毛龟都比他这号人稀罕，欺人欺到咱织造局来了，这不是瞎了眼吗？哼，正愁抓不到人呢，就凭他欺负咱宫里的人，扰乱皇差，咱们先抓了他。抓吧，
毕竟是一省的巡抚，他现在既没有买田的事，我们便不能抓他。可他要是惦记着就这样把我们给玩了，那可是黄连树上偷果子，自讨苦吃。我们去会会他，老家，前面引路。大人们请。 别介，地上凉快，多躺躺。郑大人不是要找杨公公讨说法吗？我们几个从北京专程赶来，替皇上听说法来的。你是摊凉快坐在这儿说，还是起来到巡抚衙门去说？老家扶我一把。 臣浙江巡抚郑必昌，恭请圣安。圣公安，请几位钦差到巡抚衙门，下官一一会话。该说的，下官都说了。几位上差可以去问杨公公。下官在浙江当差这么多年，只要是宫里的事，哪一次没有尽心尽力呀？这一次实在是有些人在作祟，用意就是要违抗朝廷改道为丧的国策。请几位上差转告杨公公，千万不要误会啊。 要说你自己说去，我再问你几句话，你要如实回答。沈医师打着织造局的牌子押粮船走，你和何茂才知道不知道？他是去买田，还是去赈灾啊？沈医师归杨公公管，下官确实不好问呐。 你的意思，要是买了田，这个罪该杨公公担。不是这个意思，杨公公那个时候并不在杭州，有罪也应该沈医师担。沈医师把粮食都赈了灾，他现在没罪了。可当时打的是买田的幌子，这件事怎么说？ 这些下官确不知情啊！几位上差去问沈医师，便什么都知道了。沈医师是什么东西？也值得我们去问？我们奉诏命是来抓当官的。听你郑大人这么一说，你是一点过错也没有啊？ 那我们就只好抓杨公公回去交差了。上差，上差，我刚才说了，杨公公那时不在杭州，他并无过错呀。先是买田，后是赈灾，八百里加急送到宫里，把皇上都气得不行。现在你说自己没有过错，杨公公也没有过错，只是一个商人。 把我大明朝上上下下都给涮了，你们不要脸，可朝廷丢得起这个脸吗？上差既然这样说，下官
现在就去写请罪的奏书。你不是没有罪吗？这个奏书怎么写啊？我是浙江巡抚，杨公公不在，浙江出了这么个事儿，怎么说我也有失察之过呀。不知这么写行不行啊？有两句话你记住啊。上差请说。第一句，我们来浙江的事不要告诉任何人。下官不敢。第二句，做官要精，但不要太精了。下官明白。明白就好。我们走。说那个姓沈的把粮食都震了，这粮食怎么还在船上？是有点怪啊。难怪把皇上和老祖宗都搞昏了。看样子浙江这鬼地方真有名堂。你们几个在这里给马吃些水草，我先过去看看。记住，找商量的办，不要露了身份。是。西了，去北京找皇上喝去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走开吧。来来来，别急，别急。老张，放粥了，你老不去领啊？你不是本地人。老张，我呀是做丝绸的商人，北方人，听说贵地遭了灾，生丝便宜，想来买些。我不管你说从哪里来的人啊，你要是倭寇就趁早赶紧走了，这儿可到处都是官兵。老张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倭寇。前不久就有倭寇假扮客商到我们这儿来卖粮换丝绸，把我们好几十个人都给拖累了，现在还关在大牢里呢。这一下，凡是有外乡人来买丝绸，见一个抓一个。有这样的事？哎，那官府他也不问清楚，总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的冤枉好人吧？哼，什么年头还分青红皂白？我们那些被抓的人都是老实巴交的丧户，也不问口供，也不过堂，省你一句话第二天就砍头。老张，您刚才跟我还说那些人关在牢里吗？也是老天有眼呐，来了个海老爷到我们淳安，他第一天上任，省里头就让他来监斩。来的时候啊还穿着便衣，好几百个兵跟着，也不说话，也不搭理人，一来就在大堂上坐着，啊，拖到午时三刻，他突然要看案卷口供，省里的人拿不出案卷和口供，海老爷发了威，拿着一本《大明律法》，愣是不肯杀人，结果呀，把那些人从鬼门关给拖回来了。老张，你说他一个县令竟敢和省里对着干？你那个外地人肯定不知道，这个海老爷可是太子派来的人。哎呀，你老眼睛看不见可什么都知道啊。哎，我看不见我还不会听啊。嗯，那倒也是。哎，我说老张，你说这江上这么多粮船是怎么回事？
皇上还是好的，太子爷也是好的，这才派了个海老爷来给我们做主。江南织造局一定是奉了皇上和太子的密旨，叫他们帮海老爷的忙，这才给我们送来了粮，借给我们渡灾荒啊！你说是吧？啊，你不相信？不是，我是说，这织造局把这么多粮食运到码头上，他也不卸下来，不借给你们？不是不借，是我们现在不愿借。可你们不是等着粮食救命吗？又为什么不愿借呢？这官府说了，借了粮以后要把田都改种桑苗，啊，所以大伙不愿借了。这种桑产丝可比种粮卖钱快，为什么改种桑田你们还不愿意去借呢？都六月半了，现在种桑苗今年也收不了多少丝，到时候官府跟我们要粮我们还不起，嗯，那把我们田都收去了怎么办？这粮食啊是皇上借给你们的，皇上不催你们还，你说谁敢催你们还？说是皇上借的，还是那个大老板沈一石和省里的人抵不过我们海老爷，这才打着织造局的牌子借的。皇上离我们那么远，到时候海老爷要是升官调走了，那谁给我们做主啊？那怎么着，你们就这样跟官府耗着吗？只要官府不逼我们把田改种桑苗我们就借，借了粮赶插秧苗，到十月收了稻还一半还有一半，这个灾年啊便过去了。二老爷，二老爷，这是夏想吃粮的单子，你老看看是不是给签个字儿啊？二老爷，您还有功夫睡觉啊？二老爷，二老爷，哎呀，二老爷，醒了醒了，二老爷，您醒醒啊，二老爷，啊，一共吃了多少粮了？几天下来，已经吃了一船半了。哎呦，总这么吃下去哪是个头啊？拿粮买田。他们闹事，借粮给他们种桑也闹事，哪有这样的刁民呢？哎，天天那么吃下去，吃空了，这罪名还不是我来担着？从今日起，这单子我不批了，要批你们找海老爷批去。哎，二老爷，这可是您老说的，那小的这就去找海老爷让他签字啊，就说是二老爷您说的。哎，去。上面是恶官，下面是刁民，连你们这些当差的也来挤兑我是不是？我说二老爷，这时运不好，也不是您老一个人走背字儿。您说您这上面当官的都没法担这个担子，那小的们在下边当差还怎么混呢？哎呀，担子拿来吧你。二老爷，哎呦，我说二老爷，这印盖的可不是很清楚啊。你诚心跟我过不去是不是？我什么都没说。二老爷，二老爷，夫人给您老炖了一只鸡，说叫您老赶紧吃了，补补身子。哎呦，这什么时候，什么地方？你让我当着这么多灾民，你让我吃炖鸡，要不你老到船舱里去吃？去去去，吃不下。回来，给老太爷吃吧。啊，老太爷接回来了吗？嗨，没有呢，夫人现在还不愿意接老太爷过来住呢。他这是想让我死啊，这是。连海老爷都点着名骂我不孝顺了，先天还有那么多烂事要一一过堂。哎，你跟他说，再不把老太爷接回来，我就打发他回娘家去。二老爷，这话小子可不敢说。
这个贱人呐！扶我起来，我去接老太爷。二老爷，我觉得您老不要去城里的好。怎么了？按察使何大人来了，带了好些兵，在牢里找不到人犯，现在正在衙门里跟海老爷打擂台呢。何大人来了，走的是哪条路啊？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？见您老着急，怕您听了又心烦。何大人是中午来的，好像是从五石山那边进的城。又要出事了，又要出事了。那倭寇和那些私藏倭寇的人犯都藏到哪里去了？依照大明律法，凡是现任官，不管犯了再大的事，除非有诏命，上司才能动刑。你们有诏命吗？大人，通倭使不赦的罪，他现在私逆倭寇，杀也杀的，动几下刑错不到哪儿去。大人，您是一省的刑名，这枪都撒了，总不能再捡还回去吧？我是淳安县的现任官，这里是县衙。我没叫你们进来，谁叫你们进来的？出去。大人，您老都看见了，这个姓海的是何等的猖狂。您老要是不便出面，到后堂歇着，我们来收拾他。他死你倭寇，我们治了他，到朝廷啊也有说法。海瑞，你都听到了，再不交出倭犯，打死你，这个罪名我还担得起。我没叫你们进来，你们听到没有？大人，动手吧！动手！来人！来人！哎，干什么？将这二人赶出大堂。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我们是总督署的兵，奉户部堂的命令，听海知县调遣。好好，户部堂那儿总得给我个说法。叫他们下去。是。下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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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干什么？走。海瑞，你这样做，你要干什么呀？十天前，卑职就给总督衙门、巡抚衙门和按察使衙门上了呈报，齐大柱他们通倭的事，有天大的冤情，请求上司衙门共同审案。可是时至今日，上司衙门并未审案，而何大人今天又来要把人犯带走，依照大明律，此与审案程序不合。要审你也得到省里去审，总不能叫湖部堂郑中丞在你这个小小的县衙来审吧？卑职的呈报是上给三级衙门的，那么就叫总督衙门和巡抚衙门共同出具公文，把人犯带走。海瑞，你一个举人出身，又四十多岁了，好不容易当个知县，
在官场上到处跟人结仇，你图个什么呀？何大人说我结仇，我跟谁结仇了？大人要是想摔东西，那就请将卑职这顶纱帽摔了。举人出身，45岁，好不容易当了个县令。大人这话问得好，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你。我是个举人出身，也有40来岁了。本来在福建南平当一个小小的教育，再有一年，就可以辞职回家侍奉高堂。可偏在这个时候，朝廷让我到淳安来当这个知县。说是有几十万人遭了灾，要一个人来替他们做主，同时也明白地告诉过我，这个知县当不好，是要掉脑袋的。我也犹豫过，也不想来，不是因为怕死，因为家里高堂白发无人奉养。上面又答应了我，要是在淳安县殉了职，他们来替我奉养老母，忠孝技能两全，我就来了。何大人问我图什么，我什么也不图。人活百年，终是一死。能这样把这颗头颅留在淳安县，便是我之所图。这样回答，大人满意否？何大人，读书做官，无非是为了两端：一是效忠朝廷，二是为民做主。但凡两端都能兼顾，我海瑞也不是一定要跟上司为难。你说什么？大人管着一省的刑名，出现了倭寇，理应交给大人处置。可是淳安县现在正值大灾，几十万百姓弄得不好就会激起民变，齐大柱他们从倭寇手里买粮，究竟是何缘由？真审起来，恐怕谁也说不清楚。可捅到朝廷，便是惊天大案。万里奔袭，只为苍生。
是看海阔天晴，起坐是看海。